我和野人去巡山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我们哥两个去山上转一转，去巡山去，要看一下线路。然后，哎呀，空转了都。去山里边转转，还可以摘点板栗。板栗上去看吧，看吧，看一下。到时候再摘吧，到时候带小蕊去摘吧，要不他太吵了。再把礼不带我野人我们俩都走出快一公里了，然后突然想起自己手机没带，他需要手机轨迹，结果手机没拿，白来了，还得回去拿手机。要不提这个我都想不起来。野人还有他还有一个另外隐藏的身份，大内密探007。我们去山上去看一看他定期，三天两天，或者多长时间就得到山上去看一看，去检查检查有没有毁林的。叶一枝花嘛，你看它叶子。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叶子。它七个叶子，它到时候中间就会。那边也是是吧？那都是。那种都是在林地里面多得很。啊，这也有，从这儿能给我这儿能看看。那是种子，那有种子。看一下。新月一，我看见核桃了。摘核桃吧。这就是那个重楼。这就是重楼，七叶一枝花。这有成熟的有种子，还有种子。刚才我看到那个，那是种子吧？不是很红的，这个种子是这不是吗？鲜红色，那个是刚卸完的，洗佛儿卸。哎，我刚才看见一块呢。这有花啊，这个。啊，这个，还有点像石榴嘿。啊，那就是它的种子。哦。这就让它自己掉地下就行。对，我看见核桃了，呵呵，这是核桃吧？不是，梧桐，桐树的果。这个属于就是国家要点重点保护的哦，所以不准，也不能让人踩到别的地方去。是核桃啊？核桃，山核桃。哎，山核桃，捡到核桃了，一会儿捡几个回去玩。弄车里边，山核桃，我那跟前都有。捡几个回去尝尝。哇，这片山里边全是宝啊！看那个什么七叶一枝花叫重楼，就是云南白药的，主要的原材料。我在看路给你啊。好。这边还有一些蕨类，基本上上面就属于原始森林了，是不能再上了。我是人借了光了，跟着进来开开眼。
那边有一个小红，那有两个红点，那个也是，那个叫重楼，那红色的在树下边，很明显的那个种子是红色的，蛮好看的。哎，李子，哎，这是野生的李子，在哪儿呢？树在哪儿呢？没看见树啊，能不能吃这个？哎，这李子掉到这儿了。树是哪个树？这是野生李子吗？哎，捡两个好的，我去问一下这野人。哎，这可不行啊。哎，都压坏了。野人跟我说这个可以吃，我尝一尝啊。如果我要倒下来，请把我赶紧送到医院啊。不行，哈喇下来是不是？不行，那车边上吃吧，不然我怕拖不动。嗯，味道好好啊，酸酸的，真的好吃，就是没什么肉。拿几个回去。回来的都是带蜜回来的，完了之后出去没有蜜都就出来了。他们会把那蜜放到那个蜂蜡上是吧？啊，这个是粉。蜜怎么变蜜啊？这个不是蜜。这个是粉，啊，这是花粉啊，这是花粉。这蜜怎么变的？蜜是它吃在肚子里，它被吐出来，回家又吐出来。啊，这个粉就相当于就是它的风粮粮食。哎呀，这家一个个往回跑啊！什么？这里面有蜜？这不，这上是蜜吗？这个是已经空的啊，辣。这下面有蜜。到时候就搁这个，这怎么这两箱怎么搁呀？直接拿刀在里面切一块出来就行，直接进去切。啊，这么拿没事儿，现在得清清拿清吗？是，昨天我就这个就开了吗？开了，我这儿开来的，我给推回去了。得轻轻的。一直都听说这个螳螂啊，雌的和雄的，那个。繁殖完后代之后，他会把那个雄性的螳螂给吃掉，看真给吃掉了，脑袋都没了。然后他那个雄性的还抱着呢，脑袋都没有了，还抱着他。你看头都给咬掉了，然后那个雄性还抱着他呢。这是刚给咬掉的吗？刚咬的应该是刚咬，要不然它不能活着呢。嗯，爪子还在动。嗯，还抱着呢。太残忍了！太残忍了！这个母的把这公的那个头给咬掉了。我怀疑它不是吃的，它就是给咬死了。算了，不看了。这东西是大自然的规律，咱们又干涉不了，我也不能把它给扒拉下来，不让它吃了。